乐播报，陆氏集团总裁陆博言与韩若曦多年恋情破裂，劈腿非著名网络女作家苏简安。据了解，陆博言近几年可谓是风头正盛，短短几年时间，你说这女的得长成啥样？看吧，陆老板给迷的，大明星都不要。哎，你看我照片没有？还玩那个 cosplay 女仆诱惑呢。现在这年轻人就知道胡搞瞎搞。是啊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小姑娘，我看你啊，文文静静的就挺好，千万不能跟他们学啊。哦。哎，干嘛呢？这路都来了。就是他。就是他，给我下来！你朋友啊？开门！不是啊，给我下车！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听见没有？下来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不许欺负那小姑娘啊！滚！莫言呐，臭不要脸！哎，师傅，哎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又没自我介绍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？我赶着回家呢。哎，抢啥呀？抢了我们女神的男人，还想回家，真是臭不要脸！你滚！臭不要脸！我警告你，赶紧给我滚出陆家，离陆博言远远的，听见没有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是24小时实时监控，用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来的，你们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收拾你，就是5分钟就够了。多少个人夜晚头，只想找到你一个结果。快点！搞定！哎，还是晚了一步。